临床上经常看到一些反复感冒、反复咳嗽喘的孩子，短则一个月，长则达一年之久，有的反复发热，有的经常咽红肿，有的经常流涕，有的孩子经常咳嗽。这样反复发病的孩子有二种，一种是生来体质就差的，如早产、出生时体重偏低，或有先天性疾病，如先心病，或肺发育不良；还一种是出生时体质是好的，但得了一次肺炎，或得了一次较重的支气管炎，或化脓性扁桃体炎，或一次较为严重的肠炎等大病之后，孩子的体质就再也没有得到恢复，后者是最多见的。怎么才能提高体质呢？我们建议用中药调理加穴位敷贴。中药调理一般是要分二步走，第二步提高体质，在疾病缓解期通过合理用药来改善体质，提高免疫力，以减少或避免以后再发病。中药提高免疫力的药物很多，比如大家知道的党参、黄芪都有明确的提高免疫有作用。除了提高免疫能力外，还要同步调理孩子的食欲、睡眠质量、出汗情况，改善孩子的怕冷等症状，提高孩子的体力等等，通过综合调理帮助孩子恢复体质，让孩子恢复到正常状态之中。这个调理过程了一般也需要一个多月时间，如果调整得当，机体就可以得到一个复原的机会，身体已经强壮起来，发病的几率就会减少，或即便发病，病情也比较容易控制。哪些孩子适合于穴位穴贴？主要用于虚寒性体质特点的孩子，如反复感冒、反复咳嗽、反复哮喘及鼻炎、遗尿等疾病。这些病的特点是夏天容易缓解，冬天容易加重，孩子对冷较为敏感，遇冷加重是其主要特点。有部分孩子平时有怕冷或遇冷流涕、遇冷咳嗽等症状。哪些孩子不适合于穴位敷贴？体质偏热容易上火的孩子，比如经常发热、经常扁桃体肿大或化脓的，就可能不适合使用。当然在反复扁桃体炎的患儿中，也有一部分是属于虚寒体质的，则可以贴敷。敷贴是怎么安排的？一年二次，夏天冬天各一次，每次贴敷需要来诊四次，每次贴敷的时间根据病情及孩子皮肤情况不同，时间不一，4到12小时不等，具体时间需由医生根据情况来决定。从事中医儿科专业30年，主攻反复感冒、咳嗽、哮喘、顽固性便秘及难治性腹泻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